冲啊！在哪里？在哪里啊？岩浆哎！先找一下，然后我们去找一下我们上去的路，应该是可以上去吧？奇怪，不然我们刚才怎么摔下来？咦，我们从哪里摔下来的？哇，这一集要捞个岩浆，我觉得也很困难啊。哦，我们从这里，好，那我们就挖一条路上去吧。挖个路简单。条路，不过我渐渐觉得我会被这里诱惑，太多资源了，这也太多东西可以挖了。吸，这是什么？这我还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这里有一个金矿，还有铜。这里物资太丰富了，这个挖个三个，哦，这里还有金。太多东西了。太吸引人了。我们把这个填一填。好，该是找上去的路啊。哦，掉下来呢。可以吧？啊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！石头，我们铺一下这个好了。铺一下这条路。真是危险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前进。哎，不对，我们应该是从这里来，然后掉下去的。那我们把这个铲掉吧。等等，我们再做一点火把。好。哦，这是刚刚 Creeper 炸的。这里吗？好像听到怪怪的声音。什么声音啊？
妖魔鬼怪。我们慢慢的下去看一下啊。我们先把后面擦亮。这地方太大了。这地方大成这样，怎么弄？哦，根本就是个坑嘛。嘿，这地方真的是好大啊。该怎么征服他嘞？哦，我们先把剑矢丢掉，然后把这个移上来，整理一下包包。把这些东西先丢进去。哎呀，太多东西了。碎石，这个书也先丢进去。这会太满了，我跟你讲。然后吃个牛排。吃饱了好做事。哎呀，这么高，摔死人啊。东西在叫，哦，红发哥，哎，有岩浆嘞，太棒了。你还想从后面来啊？我是为了……哎、欸啊，你就不要爆了吧！哎呀，啊、您真的是不乖啊！哦，你那指头……好，我们先挖过去好了。后面怎么一直来？这里有没有事啊？这里这么多，
这么多，我怎么做事？哦，我们的稿子也爆了。多快哦！哎，一直吐我哎！哦，又来了，又来一只啊！下去啊！就知道你躲在这里。在那，看来很多人卡在这哦。哦，摔下来啊！进来啊！叫人不要做坏事嘛，真的是。还有吗？今天我来就是代替月亮来惩罚你们的。哦。下去啦！那我们就挖一条路下去找你吧。上来啊！哇，又来一位大哥了。不一定全是不会炸的、欸。好啦，算你们厉害啊！不过算了，我们先去把我们的岩浆挖起来好了。走一走，岩浆也不知道去哪。哦，你还跟踪我？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有点印象。像又不对了，这条路又不对了。奇怪，不是这条路的样子。僵尸身哎、欸，到底是哦，脏东西，想杀我？我们挖一条路下去。
像还不够。哦，吓到我。这里也没什么路可走。嗯，奇怪，我们刚才的岩浆跑哪去啊？找到了。不过又有不速之客了，就是你啊，你死了，我们搞着刚好爆。哎，我们先把我们箱子丢下来吧。先做个，哎呦，这么多僵尸嘞！真的是哦，再做一个青铜镐。真多哎！哎呦，镐子不能丢进去。然后我们把一些东西丢进去吧。这个，然后这个留着，线也可以丢。先把它捡起来，吃个牛排，然后。收起来，换我们的这个。我们用一点砾石先把这里填满。啊，找到了这个，把我们的容器丢下去。再用岩浆开始捞。哎，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系统哎，哦，好像又有什么屁声音呢？我还有四桶，能不能让我捞完呢？还有两桶。最后一桶，我靠！杀了他！怎么会有苦力怕跑来嘞？满了，满了，够了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太完美了！哎呀，没得丢了。附近啊，应该就知道。听这声音，感觉又有岩浆声音了。我们先挖一些东西走吧。这桶很多，怎么我们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了？这应该是隔壁吧？哦，那边又有。
东西哦。这一趟应哦哦哦，你杀人不眨眼，杀人也不出声，你是杀手啊？去应该可以中吧。再挖多挖一些物资回去，我们这样就可以少了一趟。哎，什么鬼声音？什么鬼声音呢？把这洞填起来好了。冰呢？红石。不知道什么鬼声音，绿宝石，哇，得到了一个，哎，哦，好危险！会留下来吗？哎呦，好像……哎，我们挖到钻石啦！就两颗，就这样这么吝啬的给两颗。哎呀，真是吝啬。